相隔十年的对决，来，去看看，去看看他们什么？谁？哎呀！啊！这两个简单。我们大勋不好猜，大勋那个贼好猜。哇，都好猜。两个都好猜。大勋，你的角色家喻户晓。先别给提示了。来，我们速度快啊！我们速度快。我是男的吗？不是。我这是男的吗？不是。我这是古装戏吗？是。古装戏女的。我这是古装戏吗？是。我这是三个字的吗？是。我这是三个字的吗？是。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四大名著里面的吗？不是。古装戏三个字，女的。家喻户晓。我这个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吗？完了，来到赛点了，赛点。是啊，我这是正派吗？主角正派吗？是好人。哎，怎么说是好人吗？是。我这是李妹妹吗？林黛玉是不是？是。恭喜大勋答对。大勋太聪明了。他聪明，那么快，鬼脑筋转得很厉害。啊，白素贞。哦，那我这确实有点难。但是你那个神来之笔是哪儿来的？因为你说你问是不是四大名著，那肯定他就是。四大名著里面太多了，四个呢。但是我就先选一个我最不熟的。好了，我们赢了。